我们平时汽车的座椅啊，也是可以用超声波花边机来做的。超声波花边机呢，摒弃了传统的针线缝合步骤，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，安全易于操作，可进行直线和弧线的熔接，满足熔接产品防水、密封、抗菌等功能。匹配的花轮呢，可提高熔接产品，届时美观，无需针线，避免了断针断线的麻烦，可做直线、曲线、缝合加工。